最近呢，就是做了很多夹娃娃的特辑，就是相信大家都有看到，就是走访了全台湾非常多间娃娃机。然后在这过程当中，我觉得非常好玩，就是玩得很开心、很欢乐，所以我就决定自己也来开一家店。不过就是夹的过程，我发现有一些店有一些缺点。那我自己开这家店呢，我希望我把这些缺点全部改善，然后集结众人的优点，打造全台湾最大的娃娃机店，就在这里。我重金礼聘找到荷兰跟法国的艺术家来到我这个地方，然后去帮我整个店面做涂鸦。很帅耶，因为我有设计一连串的角色，然后每一个都是我跟我的团队自己想他们的名字啊、个性，甚至他的介绍，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物。之后呢，也有计划要做成贴图，让大家可以下载。如果很喜欢我们店哪个人物的话，也可以留言跟我说。超帅！带大家去进去里面看看。现在正在施工到一半，然后这里的话之后会是户外展示区，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，但是之后会差蛮多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去走走看看这个区域，现在目前里面都还是长这样，所以等之后过一个礼拜之后又会长不一样，全的样子长这样。接下来呢，就让大家陪着我一起看整个娃娃机诞生的一个过程，我会把它全部记录下来，整个创业的过程你们陪着我一起度过。那我们呢，预计是从6月9号开始试营运，6月18正式开幕，欢迎大家来玩。